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23页。第四行，第四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何况说文，乃六字洪名，一尘怨海。最极圆顿，不可思议之妙法。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意思很重要。说到人生难得。佛法难知，只是遇到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闻佛法，又遇到净宗法门，这是经中所说的。幸会文法难中难，我们都得到了，所以这是无比庆幸的一桩大事。何况所闻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字洪名呐，一尘怨海。这句名号从哪里来的？是阿弥陀佛多劫以前身为国王，听佛讲经说法了，他开悟了，舍弃了王位，出家修道。悲心恳切，做一个国王，利益所及，是一个国家，不能达到全世界。即使达到全世界呢，不能够普及六道众生。谁能够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？只有佛陀啊！所以他出家学佛去了，慈悲心特重。想找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简单、容易、平等、普度一切众生。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一个法门就普度了。这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像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教老师没有给他说出具体的方法，叫他去参学我们现在讲
你去访问，你去考察，你去学习。啊，到哪里去考察呢？到一切诸佛如来刹土。诸佛如来里面好的方法，统统记住学习。啊，认为这不是好的方法，可以舍去不要。他用了五劫这么长的时间，啊，认真去考察，总结成48愿。48愿就是考察一切诸佛刹土，取长舍短。这叫一尘缘海啊，48愿呢，这么来的，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也不是老师教的，实地考察得到的结果。这种做法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这是真实智慧，不是凭空想的。啊，大乘佛法值得人佩服的地方就在此地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遇到困难了，怎么办？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？那在我们这个时间，古代、现前，古时候有些地方社会也治理得很好，他用的是什么方法？现在社会呢，认真去考察哪些地方值得保留的，哪些地方啊应该改进的，值得保留的应当是技术，科学技术，必须要改进的是人生的价值，人类的价值观、伦理观、道德观，这个要纠正。所以不考察不行的，到哪里去考察？每个国家传统文化，每一个宗教经典之中，啊，在先前过明，可以说都是自私自利，啊，团体是牟利的团体。观念无不是损人利己，啊，那么看看宗教稍微好一点，每一个宗教没有说完全为自己，啊，神爱世人，没有局限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，没有，啊，世人。你只要世界上的人，神都爱。啊，佛法讲大慈大悲，大没有局限。所以我们也想了很久，
啊，对于传统文化宗教也很留意，发现到啊，今天走宗教的路线是最经济的一个路线，省时省力啊，它有现成的教义，这些教义我们认真去学习，存异求同啊，说的不一样的放在一边，说的相同的我们就采取啊，宗教能够团结，能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对社会的和谐，一定会有帮助。啊，谁去做这个事情？我相信啊，有大慈悲心的人，他乐意去做这个事情。啊，不忍心看到世界动乱，看到众生呢活得这么辛苦。啊，这真正是佛法所说的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的大事业。啊，值得真正具有大慈悲心的人认真努力，就是的方向。我们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成就也不例外，也是用的这个方法。啊，总结48愿之后，确实这个方法变成最极圆顿，圆是圆满，没有欠缺。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美好的都在其中。啊，一切刹土里头有欠缺的不美满的地方，极乐世界找不到。极圆极顿，顿是快速啊，没有阶级。华严经里面讲凡夫成佛修行还有51个阶级啊，像念书一样，一年级二年级51个年级不识一下就成就的。西方极乐世界学习没有阶级，啊，可以慢慢提升，也可以顿超直入，啊，问题完全在个人，语言不同。这叫是一切众生啊，什么道理？佛清楚，佛明白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所以
可以顿着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顿着，凡夫一念就成佛。啊，在中国我们看到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，啊，在五祖方丈时听讲《金刚经》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彻大悟，顿超了，没有阶级。啊，不是像《华严经》，从实性为初性、二性、三性、四性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他一下就超入了。这种顿超，有超得浅的，超得浅的，也超过别教的三性。这是浅的。超得深的呢，那就到究竟如来果位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其实，这个理跟事，世尊在经典里头常常提示我们。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不是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烦恼，障碍了自信。如果没有烦恼，本来确实是佛。烦恼无量无边呐。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大类。第一个是无明，《华严经》上说妄想，啊，第二个是分别，第三个是执着。分别大乘教里面称它作尘沙烦恼。说分别太多了，太复杂了，无量无边，像尘沙一样，数不尽了。啊，执着叫见思烦恼，这就是你对于无论是自信还是现象，你全都看错了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你就造罪业，造业就有果报，造善业三善道，造恶业三恶道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轮回怎么来的，六道轮回怎么来的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也就是说，对于真妄，真是性，妄是相。对于性相，你真的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没有错误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是从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思想里头变现出来的东西，假的不是真的，梦幻泡影啊。啊，华严说执着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能不能顿超了？能啊。啊，见惑思惑，
也是无量无边，佛为了讲经教学方便起见，归纳为十大类啊，错误的思想，总结五类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错误的想法，这五种错误的看法也有五种：深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分这个十大类。这个是大类，我们如果有能力同时一下就断掉，就放下，凡夫就证得阿罗汉果。不能够完全放下，能够放下一部分，慢慢的放，这就有阶级了，就下沉，有四国四相八个阶级，看你放下多少，你能提升多少。大臣也一样，大臣五十一个阶级，确实有人，他就有能力把五十一个阶级同时放下，那么他就成佛了。这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。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，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这个等级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啊，但是最低限度，他的放下，至少等于圆教初住。别教出地，啊，僧十宝庄严土，法身大士，这是最低的限度。高往上去了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到底是哪个层次，不晓得了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为什么能判断他到究竟果地？因为在《梵王经》上，他说他早就成佛了，这是来表演的。这一次到这个地球上来表演，是第八千次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常常来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他很自在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慧能大师，如果是佛再来的，那他的悟就到究竟地。啊，他如果是菩萨再来的，那可能就是八地以上。啊，这个要看他的本级因缘，个人不一样。
所以在理上讲呢，事上讲都能讲得通。这些话，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，我们自己要留意。真搞明白了，是可以顿时放下，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做不到，你有障碍。障碍是什么呢？障碍里头最重要的，情执。情执是烦恼障。那么第二种障碍是所知障。也是个麻烦事情。中国人所说的文人好名啊。世俗人好利也，好利是烦恼障，好名是所知障。名利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彻底放下，这人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所以这是讲啊，最极圆顿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帮助我们把名利观统统打破。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妙法。我们这生遇到了。啊，欧益大师在要解里给我们说，这个经论前头引用的很多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。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这个信跟愿就决定你必定得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功夫前身决定你的往生的品位。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妙法就是信愿持名，四个字多简单啊。啊，怎么个念法，这个地方讲了，也是欧益大师说的弥陀要解曰，不论智心善心，智心是一心念佛，善心是念佛里头夹杂着有妄念有杂念啊，这善心有心无心，有心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念念呢求佛加持，无心，没有任何想这个念头在里头，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接着念，叫无心。或解不解，解是对于经教通达，
啊，对于佛号、名号的功德很清楚，不解是完全不知道，但是也能老老实实的念，日夜不间断。啊，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，你在这一生当中，你曾经听到南无阿弥陀佛，加持千万劫后啊，毕竟因师度脱，这个功德利益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做大好事。大好事怎么做呢？帮助一切众生，眼睛看到这一句名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啊，耳朵听到这一声佛号，这就是大好事。这个好事无量无边，没有边际的。你用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，比不上这一个功德。啊，你让人听到一声佛号，看到这个佛名，这个功德超过整个地球布施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佛的比喻更大了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这一个布施。为什么？这个布施他将来决定成佛。为什么？因种下去了，金刚种子啊，他决定因师度脱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他，他只能在六道里享福，做个富贵人，不能成佛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所以他比不上啊。这就是财布施，布施再多不如法布施。啊，于是我们这才懂得古人为什么造一尊佛像。造佛像什么意思？让多少人看着这个佛像，阿赖耶佛种子种下去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一尊佛像要是阿弥陀佛的像，那个功德更殊胜，不是一般佛能够相比的。啊，所以你懂得这些道理之后，你就晓得，我想修福，我想修慧，怎么个修法？修的人不能跟你相比。我前几天看到有同学做到阿弥陀佛的小牌子，啊，可以别在身上的。很好。如果要造一个阿弥陀佛的像，金色的像呢，别在身上更好。啊，让人家一看呢，那个印象就落阿赖耶去阿赖耶识里去了。中福啊，真正中福天哪！啊，我们要会呀。
故今会众，庆欢喜庆幸啊！今天世尊讲这部经，在这一会当中，参加这个法会的听众叫会众，听佛讲《阿弥陀经》，讲的这个经文，欢喜庆幸。这无量欢喜，非常庆幸自己有机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。有你的名字在里头了，真注册了。啊，怎么注册呢？我们这动个念头，哎，好，我也想去。就这一念，七宝莲池里头就长一个莲花，花苞没开，上面写的你名字，一点都不会错。你念佛念得越恳切，花就 越开越大，啊，光色越来越好，啊，你缘成熟了，花开了。阿弥陀佛看到这花开了，立刻把这个花拿过来去接引你。你没成熟，花不开，成熟花就开了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你坐在这个莲花里面，莲花会合起来，你到极乐世界去，那个身体变了啊，所以这个莲花就像蚕茧一样，你看蚕吐丝把自己身体包在里头，等到在里面变成蝴蝶了，它把茧咬破就飞出来了。在这个花里头脱胎换骨啊，花一开不是我们这个身体了，换了啊，换成什么身呢？法性身，居住的世界法性土，只有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才是法性身法性土啊，法性身是宝身啊，法性土是真的净土，永恒不变的，那个地方没有风灾，没有水灾啊。我们这个世界，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心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就全是假的，阿赖耶不是真的妄心。所以这个生跟土它有生有灭啊，六道里面众生有生老病死，无常啊，树木花草有生住一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所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法性是真的，永恒不变。特别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也是法性土。
凡圣同居图里面的人也是报身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这经上看到的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他因为看到十方刹土这里面的众生不平等啊，不平等就有苦乐，地位高的人乐，地位低的人就苦。在六道里头，人天乐，三途苦啊，这是法藏比丘不愿意看到的啊，所以他发现他的国家也有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修罗，没有罗刹啊，而且同居土呢也是发心身发心土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啊，这是从考察十方诸佛刹土得来的结论，在极乐世界兑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往生，甚至还没有往生，现前我们发的心是真心。啊，什么是真心？对这个世界不再留恋了，这就真心。啊，也就是来生我不想到这个世界来轮回。啊，来生我到极乐世界去。我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再来，这个心是真心。你有这个真心呢，现前就得到佛力加持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名利，我说名利代表二障，名是所知障，利是烦恼障，还有丝毫名利心没放下，往生净土靠不住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不多。李老师当年在世常常告诉我们，台中莲社的莲友一万个人当中，他说顶多只有3到5个往生，1/3、1/5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名利没有干净放下，还有那点牵挂，临终造成障碍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名跟利要彻底放下，不能有丝毫贪念。啊，不如意的事情不能有丝毫嗔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贪念与别人不相干，嗔恚
与别人也不相干，最后害苦了自己呀。自己因为以为这是小事小小嗔恚贪念有什么关系，没想到造成了这一生不能忘生。这个伤害有多大？大千世界七宝不能为比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弥陀弟子要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存心，一样的清净，一样的平等，一样的觉悟，我们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开发佛智，明悟自性，叫心得开明。我希望同学们正干。我们这一会在极乐世界常常在一起，这个做得到啊。无论哪一个碰到哪个时间有缘，你去做佛去了那别人呢？别人以菩萨身、声闻身过往生来护持你，就跟唱戏一样嘛。你唱主角，我们大家唱配角同一个目的，度化众生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示现菩萨弟子、声闻弟子当中，多少人都说古佛再来的我相信他们都是极乐世界的人。到这边来表演的，多么自在表演完了，回到极乐世界，一尘不染。如慧疏曰：“开发佛智，断灭无明呐！无明只要断了，尘沙见思自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从无明生尘沙，从尘沙生见思。”所以无明是根，无明只要断掉了，尘沙见思全都断了，都断干净了。古云开明，这个开明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迷不欢喜的迷，是无的意思。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一个不是心得开明，所以弥不欢喜，即与会大众皆大欢喜真的理。下面第三段，重会当机。这里就分四个小段，第一段自利利他这一小段里头又分六段，第一个
敬佛大善，这是劝我们呢，学佛要从恭敬当中求，没有恭敬心学不到啊。真的是印祖讲的话不错啊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老师是不是真佛不要紧，我能把老师当作真佛看待，我就成就了。老师没成就，自己成就了。啊，早年我受戒的时候，我们得戒和尚跟我们讲一个故事，啊，这是佛门的故事。啊，一个法师，其实跟人开玩笑，告诉一个年轻人，我证了阿罗汉果。骗他的，这个年轻人呢，听了以为是真的，啊，真的恭敬礼拜，也想求阿罗汉果，这好，我传给你，啊，你恭恭敬敬跪在这个地方，跪在这个墙角，他拿个棒子突然敲了一下，虚陀洹果，他真的去了。那再换第二个墙角，啊，四个墙角达了，证阿罗汉了，他非常感激，五体投地，拜他。我骗你的，我真证阿罗汉。那个人给他开玩笑的，结果他真证阿罗汉。这什么恭敬心？没有别的。所以，无论在世间跟出世间，学生修学超过老师的人很多啊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什么原因呢？他的恭敬心超过老师。啊，老师求学没有他那么认真。这个就跟慧能大师所说的，真正开悟了，所得的这个智慧、德能、神通，不是从经本上学来的，不是说哪一种法门功夫上学来的，不是啊，与这个统统不相干的、那些全是手段。啊，如果说死在手段里头，你怎么能开悟？啊，你要能善用手段，从这个手段里头真的悟入自信了，你真学到了。从手段里头，手段善巧方便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种善巧方便，任何一门都能帮助你成悟上道，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
道理要懂啊。啊，印祖告诉就在沉浸这两个字。啊，如果用一个字就是沉，真诚的沉。这一个字能成佛，请看经文：佛告弥勒，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。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有一天常常亲近的这个学生，每个人送一个字有人送两个字不一样，送给江一子一个字，叫江一子手撑出来，在手掌心写了一个字撑，然后把他手指捏个拳头，表示什么？你这一生能够把沉字握住了，你就成功了。老师送给我的四个字，用这弘法利生讲经教学讲经，先告诉你，不是容易事情。条件呢，要通事出世间法不要说多，说的最少。世间法四库全书，能通吗？出世间法一部大藏经，通出世间法，其理也；通世间法了，其机也。其机其理，这才能够讲经教学。那我们听到都吓坏了，这怎么能通得了啊？老师说了，还有一条路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学，求感应。这个通是感通，我们有感，求佛菩萨加持怎么求感呢？尘，还是一个尘字，尘上再加一个字，至尘。真诚到极处，你就能感动。老师教我这个方法，我们认真的学习用这个方法，不用这个方法，这个路子我们无法走啊。学一部经都这么难了三藏经典谈何容易
学一辈子，一藏都通不了，何况三藏。啊，四库全书，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，啊，我第一次向他买了一套，啊，是他最后的一套。啊，第一套本来卖掉了，卖给日本人，日本人现在买了五套，四套付了钱，最后这套付不出钱来。啊，日本人让给我，还要了12万，他的权利金，啊，我们也只好给他。啊，总经理告诉我，假使这个人一出生呢，就能够看四库全书，啊，一天看10个小时，到100岁，书还没看完，就看一遍了，你就知道这分量有多大。啊，怎么能通啊？所以还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办法高明。他用什么方法？戒定慧。你看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通了。啊，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方法能通。啊，所以自古以来，真正成就的人都是走这个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他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清净平等是定，清净阿罗汉的定。平等菩萨的定，最后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。这么来的啊，见到性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。为什么？不离心性。啊，一切法从心现生，你见性之后，哪有不明了、不通达的道理啊？所以觉悟的人，真正开悟的人，啊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不要学习的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六祖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你念给他听，一听就懂了。坛经上有记载，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了10年，功夫不错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10年没开悟，得定。啊，到黄梅，不是黄梅啊，到曹溪去参访六祖。礼拜的时候，头没着地。啊，三拜头没着地。
能大师问他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啊，礼拜头没着地啊。他说，他诵《法华经》3000部。哦，不容易啊。六祖问他，《法华经》讲的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发达就请求能大师。能大师是谁？你念给我听听。念得很熟了吗？《法华经》一共28品，他念到第2品。方便品，慧能大师说：“行了，不要念了，全知道了，不必学完了。哎，听上几句，这经里讲什么，通通知道了。给他讲《法华经》大意，他开悟了。那，我们知道。”能大师跟无尽藏比丘尼讲《涅槃经》，听众只有比丘尼一个人，听开悟了。在潮汐说法，听众很多，为什么只有他开悟，别人不开悟？那就是他有10年功夫啊，他有戒有定啊，他得的是法华三昧耶，只是功夫还差一点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开悟的边缘上，啊，碰到六祖，给他那么一点，他就通了。这才真正叫教学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世间教学的方法了，太差了，太笨拙了啊！你才能真正显示到佛法的教学高明。啊，没有这些前人的例子，我们很难体会，也很不容易接受。啊，有这么多的例子摆在前面的时候，这不能不服啊！这是佛经的科学。啊，没有真正的事实的时候，佛不说。啊，这些事实摆在你面前，你真肯学，你真肯走戒定慧这个路子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要记住这句话。你为什么会成就？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啊，只是现在一些障碍障住你，障碍去掉了就通了。啊，这是佛家的教学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佛重会
灭了。啊，这一篇前面，佛教弥勒菩萨到这个地方再度的叫着他的名字，啊，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呐，佛。不是要求别人尊敬他，如果有这个念头，他是凡夫，他没成佛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这是你自己，你自己从真诚恭敬当中，你就成佛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这里开头这四句。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。适当念佛，戒断狐疑，这四句不得了啊！念了底下这句话说得好啊，此四句是为一大藏教之总纲。纲宗，纲是纲领，宗是宗旨。啊，这个四句，前面两句，这是学习的心态。后面两句是学习的方法。心态方法正确，你这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敬，敬者恭敬啊，敬佛者，敬言疏云，敬和风恩，名为敬佛。啊，何者承担领受之意？啊，净严疏的解释简单明了。啊，什么叫净佛？真正集成担当如来的家业，如来家的事业是什么？啊，古时候到人家家里访问，啊，这一家从事哪一个行业？这360行，他是哪一行的？啊，佛也称家。古时候讲中国传统文化叫三家：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。啊，也称三教，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啊，佛家从事是什么行业？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从30岁示现，大彻大悟，开悟之后一生教学。79岁圆寂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了。
啊，佛的家业是教学。啊，教学的宗旨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这是佛陀教育的目的。啊，那教学的宗旨呢？宗旨是破迷开悟。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来的。迷破了，苦就没有了。啊，乐从哪里来？乐从开悟来的。开悟就乐了。用什么手段？用教育。落实在教育，达到他教学的宗旨，圆满他教学的目标。啊，那我们为佛弟子，我们敬佛就是要集成佛的事业。佛的事业就是教学，啊，宗旨破迷开悟，目的是离苦得乐，啊，担是何担？这个担子我们得担起来呀，领受，领受是接受，这个意思，在河里头这个意思。续佛慧命呢，正法救助啊，如来。万劫熏修，入佛之见。啊，这是说佛从凡夫修成佛，是很长的时间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啊，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啊，入佛之间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乃以佛之至见开示我等，普令无辱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佛教学的宗旨。啊，他教我们什么？就是他自己开悟所见到的，啊，见到什么？见到一切万法的自信呢，一切万法的现象，自信作用啊，我们对于万法。最粗浅的看法要看三方面，它的体、它的相、它的作用，
这才叫慧看呢、啊。你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不在这三方面看呢，你没搞清楚，你不明白了。啊，其实大乘教里面教初学的，对任何人事物，你要看的时候，要从八方面看。啊，这八方面，最初就是体相用。啊，第二呢，看因缘果。体的因缘果，相的因缘果，作用的因缘果，最后还要看事理。啊，所以对一桩事情，体相用因缘果事理八面，你都看清楚了，才算你初知啊。你对这样子事情明白啊，不糊涂。不能说你看得很深，看得很远，看得很细，不是，算是粗浅的看法。那什么叫深呢？这八面，每一面都有八面，8864面，这叫你深入。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知道古人看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啊！我们今天连体相用都没看到，光看的现象一无所知，太马虎了啊！所以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但是《地藏经》上说的，真的叫无知啊！啊，从这上，我们跟佛、跟菩萨去比，差太远。啊，说实在话，小乘出苦，大乘出信，至少要看八面。四果罗汉，其性为菩萨，至少要看64面。啊，他给你分析问题，鸡毛蒜皮这样小事，他能够从64面给你解释。啊，经上常说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彻发地缘。啊，对于一转法，跟你说的话不是假话。说一桩事情，详细跟你说，说一节都说不完。他看多少层呢？其深无底呀，其广没有边际。叫彻发地缘。啊，我们没学过不知道啊。
有这些事情？我们是想不到的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讨论一段事情，从正面看，从反面看，啊，从侧面看，哎，有几种看法，几种分析这个问题，哪有佛法这么厉害呀？从八面看就不得了了，在这个世间是绝顶聪明人了。啊，在佛法来讲，这刚刚起头。起码的条件，那非常粗浅的。我们对这些事情不能够深入理解，啊，往往。错会意思，自以为是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跟古人比比，就自己知道惭愧，没有办法跟人相比，人家看人，看事，看物。能够这样的深入啊，面面都看透，我们哪有这个本事啊？啊，这才能真正对于佛知佛见。佛的知见升起敬仰佩服的心，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敬重啊！所以这个敬升起来也是由于知啊，你不知道恭敬心升不起来，你知道了自然升起来了，啊，怎么比都没有办法跟人比。那么，佛是以他的知见，真知真见，啊，开示我等，开是讲给我们听。是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啊，是是示现。古人所说的“身行言教”啊，身行是事啊，做榜样给你看了，啊，再以言来教导你，啊，普令无辱。这是教学的目标啊，学生都开悟了，都入佛境界了，这个教学圆满成就了。一佛果觉了，作我因信。啊，佛是已经悟入。啊，是在果地上彻底的觉悟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名号是过去啊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。归命的意思，就是此地讲的承担领受的意思。
阿弥陀佛。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智，翻作觉。阿弥陀佛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。智慧是觉知体，觉悟是智慧的作用。都是究竟圆满的。为什么？上头有个无量啊。所以这一句名号啊，是如来的果觉啊。我们今天拿来做因心，我们修什么？支持名号啊，就是念这句名号。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的果觉。现在我们用这个做因地心，不离三起，这个三起是三大阿僧祇劫，不需要经历，顿入佛智。为什么呢？无量之觉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原来念阿弥陀佛不是念别人，是念自己啊。念到了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豁然大悟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这个时候才知道啊，阿弥陀佛跟自己是一，不是二。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，于是真的了。这个法门到哪去找啊？此正佛之深恩。你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能够不敬佛吗？你能不感恩吗？这一句佛号要怎么个念法？这告诉我们了，世出世间讲恩德，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还有比这更深的吗？找不到了。我等遵依佛事啊！我们今天学习，必须遵守，依靠佛的指示。这个指示就是真心、真愿、一向专念。从文字般若，而起观照，入于实相。是名净火佛恩，这一句的意思深了。
这里三种般若都讲到了，文字观照实相啊，这里有一点参考资料啊，三种般若。三种般若，从体上讲，实相是体，观照是相，文字是用。啊，这就讲从体相用来说，般若之体，般若之相，般若作用。色相般若，以理为体。啊，理是什么呢？理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就是讲诸法实相，也就是自性，也就是真心。啊，也叫真如。也叫第一义。世尊在讲经教学里头说这个离体，说了几十种的名字。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字？这个意思很深，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名字像是假的，知道这个名字里头含的意思就对了。啊，千万不要执着名字，你懂得意思，怎么说都可以。啊，这是佛的智慧，这是佛的善巧方便。啊，种种方便都是叫我们入实相的，入实相就开悟了，就明心见性啊，所以实相就是自性。你看这里都解释的体觉虚假，它是真的，它永恒不变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，那心是什么样？那心就是实相，是什么样子？他说了五句，第一句他说。自性是清净的，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现在呢？现在也没有染污。纵然你造作恶业，你堕到阿鼻地狱也不染污，这是真的。那染污的是什么？染污是意也，阿赖耶。妄心有染污，真心没有染污。啊，所以它叫真呢。啊，它不是虚伪的，它不是假的。莫之为宝。啊，这莫是称，也可以说是看，我们把它当作宝来看啊，实啊，莫之为实，啊，真实，啊，应体表彰啊，啊，它是真实的，
应体表障呢，名之为相。啊，这个相是什么呢？有体。啊，当然有相。但是它的相啊，是以无相为相。啊，你看，讲色相，色相无相，色相无不相。无相是从体上说的，无不相是从相上说的。啊，它现一切相啊。啊，无相跟有相是一不是二啊。这就是色相般若。你要把有相跟无相分开，般若就不见了，你就迷了。啊，相是从体变现出来。啊，体是般若，相呢？相当然是般若。般若有见闻觉知，你说哪个现象没有见闻觉知？啊，这是个相。他有没有见闻觉知？现在我们学佛知道他有，因为什么？任何物质现象，它是意念变现的。啊，我们凡夫叫它做受想行识。任何一个物体都是无余无缘，它决定分不开。这个不能不懂啊！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所证明，给大乘佛法做了证明，我们相信了，不再疑惑。过去我们看到经上，特别是心经常念嘛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把这个五蕴都搞错了。我们讲五蕴皆空多半是用身体做比喻啊，其实现在才知道无蕴皆空是什么？是基本的物质。啊，科学家讲的中微子。啊，现在又有人说上帝粒子。啊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啊，这是组成物质的元素。它有见闻觉知，再小都有见闻觉知。啊，迷了的人称它做受想行识，觉悟的人知道那是实相般若。啊，就是见闻觉知。所以它有观照的作用啊。
啊，水水有啊。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，告诉我们水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。啊，我们对他的念头善或者不善，他都知道。在实验里面，他反映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善念反应非常美好，不善呢反应就很丑陋。这就说明是我们对他这个心态，他接受了，感受到了，感受他就起了反应啊，给我们看。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反应。现在讲有机体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啊！千万不要认为没人看到，假的啊！秀兰博士来参观我们的摄影棚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桌椅板凳都知道，怎么说没人知道呢？真的，所以他懂得了，没有人不知道啊。你能瞒过谁呀？欺骗自己而已，怎么能欺骗别人？所有物质现象，通通都有精神现象，精神跟物质永远合在一起，不能分家。啊，这是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到最后，物质不见了，没有了，物质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是力念头啊，意念的波动现象啊，所以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啊。但是这个事情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很多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。前面我们学天台十乘之观啊，第一条里面就讲到了相由心生，全体是心，讲得多清楚啊。我们要不是科学家给我们做的报告，我们这两句听不懂啊，不知道是真相是什么。看到科学报告，真相大白。我们对于佛菩萨的智慧还有怀疑吗？再也不怀疑了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话，3000年前，3000年之后的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才把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
啊，即为色就是最小的物质，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把这个找到了，啊，把它再分开，再晓得念头波动现象。所以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。啊，这就说明了色由心生。整个宇宙呢？整个宇宙是心，这个心就是此地讲的实相般若，整个宇宙的本体，整个宇宙的理，所依据的理体，啊，那么整个宇宙理体是一个。关系我们明白了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这是佛法讲的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，我跟宇宙跟一切万法是什么关系啊？一体的关系，太亲密了。一体比一家人还亲密，啊，中国老祖宗讲关系，讲五伦，第一个，父子有亲，你看，那个亲爱啊，一体的亲。啊，关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整个宇宙是和谐的。整个宇宙呈现的是情，是仁爱。啊，那个像是仁爱。啊，作用是和谐，是互助合作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